我出生在这座有着4300年历史的城市。大学毕业后，我就回到了故乡，从事陕北文化研究。这他他的那瓜落山呀，从儿时到现在，我一直在聆听承载着陕北历史记忆的声音。豪迈的信天游和婉转的江南风鱼鳞小曲儿，在这里有机地融合在同一时空。在时间的长河里，是这片炽热的土地上最有力的见证者。各位旅客，我们即将抵达美丽的榆林，千年古城，能源新都，欢迎您的到来。哎呀，老陆，想死我了！你看，陆叔叔好。这是慧慧吗？哎呀，大年纪才这么大呢，时间太快了。来，走走。我早就到了，先去处理一些公事，晚点见。作为能源行业从业者，对榆林矿产资源的富集和能源化工产业创新发展的盛名早有耳闻。这次我带着寻求合作的任务开启我的榆林之行。在这里，我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在榆林考察时提出的促进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指示精神被积极推进和实施，用实际行动加速能源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在这里，未来可期。
走过祖国的山川，我一直在追寻最美的镜头，但随着年龄的增加，才蓦然发现最美的镜头一直都在眼前。在这里，和孩子们一起感受毛主席带领党中央转战陕北的智慧和沁园春雪的伟人豪迈。不忘历史，才能开创未来，是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在先辈革命事迹和精神的感召中，砥砺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和力量。穿越千年，这座英雄的城市以崭新的面貌守候一方祥和与安康。刘碧到去招亲，曹操领国北外